真男人。不是小孩，真男人，真男人。不是那个人。是的，是的。刚才是戴个红帽子。是的。是的。这个他家里有两个骑自行车的，我肯定。真是非常的棒！你来几百次了吧？你来几百次了？已经第三次。大家好，这一集节目是给大家带来披星戴月的返程。这个从到达北极圈返回以后，这个天色渐渐变暗，然后气温越来越低，路面恢复结冰，这个是十分危险的，能见度也很差，速度很快，大家如果经常开车的人很懂，这个回去的路程是最危险的，就是九死九生。极圈，两辆车，今天的这个天空啊，真的不错。我现在就要走到北极圈去。我现在不在北极圈，但是我马上走几步就到了。Sorry。耶、yeah, ！我现在正式踏入北极。正式踏入了北极。要我帮你们俩拍吗？亏了呢。大家好，回程这个我继续两倍速，因为录的比较多，时间比较长，如果不加速可能比较枯燥。这是我第一次做旅游视频，谢谢大家支持。这是我们刚才就是在第一个地方停下来的，当时的驾驶员并不在车上，在车吗？其实卡车也不错，就在北极车回家，那些电源那电饭锅这些锅还都有。其实他这个钱，只要车不故障，赚点也累，我感觉。那卡车司机干嘛要去这个营地睡230，那睡车上不就行？230够用来加油。哦，累得睡啊。一直放到后面。230也还好吧。今天感觉不是太难，随便。不是，我说今天开这条路感觉不是太难，随便开个车就回来了。运气好，今天。天有风，哎呦，横风到处都有。车上的话，那看那个，我得说了，有时候天要下雪的时候，车要下雪，风特别大，包括过来不好开，但是感觉车在晃动。这危险是来自于天气，就是那种万万万万的，也有它的能量。这种状况，就是驾驶也没个底，是吧？只是大家没有经历过这东西，知道吗？这么恐怖，尤其是冬。暴风雪是很恐怖，我经历过，我觉得。想把车停下来，出去，出去，全部带走，就那感觉。哎，明天我带的行程就是轻松的行程，比如说自驾温泉，或者是雪地活动呀，这种项目，就会在里面。对，我应该中间，对，我明天休息一天，温泉，然后后天应该温泉，我中间会休一天。这个一天我估计也要打个500，要不然你们别玩命劲。
那也挺不错的。我当年去新藏那边，在新藏开这个 course 走的，一个月也就快个20000人民币，他一直在5000米，一直在5000米上面开，就对身体伤害很大，有的不伤身体，不是太阳问题，安全不足。那个都是夕阳开，这边没东西可以。后面我想拍的那个帅哥帮忙拍一下，还没到真大温泉的路上有一个大峡谷，这个峡谷比我想不到，还在前面。到真大温泉会有一个大峡谷，大 U 型的，就这样。你明天去就知道，但没那边冷。你们晚上不堆极光吗？不去那个什么乱吃吗？每天好像每天晚上都堆光。我今天是在这个回去的路上堆，明天那你就去那边了。不会，我绝对可以堆到。
我会在给你。